写那个旋律的特色，而不是一直强调我要写的内容。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，我有一个巧思，就是听到这个歌，你就会发现这首歌的经典的句子的原来的味道会被凸显出来，啊，更凸显出来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这首歌呢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一个在小时候被霸凌的一个小孩子的心情，如何走过来，如何经历一些心理的一些心情的变化。Thank you.